组长呢，好，刚的跑步，吃的跑步呢，请大家好，我们这个组长呢，要对我们所有的组员说明一下。那我们请丁家族呢，就把安全帽请起来。来，这位师姐哈、啊，你第一次来洗，还是捌来洗过？我唔蛮头一届来，头一届来哦，啊，感觉安怎？感觉足好诶，足好诶吼，感觉即就就成就感了，对吧？嗯啊，将家己诶物诶，迄个物个拢甲洗洗处理安尼，哦对对对对，安尼，啊，想甲这社会歹拢给洗掉，哦，大家拢会平安安尼就对啊。啊，你说讲伊款咧，你敢唔惊给弄歹诶未啊？会晓未？第一届。我嘛是会惊，但是我系都细伊个家己洗。就细伊个洗安就对啊，哦安尼啊，啊你洗是啥步骤啊？嗯，对，为这大家哈，面洗啊，再个为这面洗，啊来再洗给大家。哦，伊会吹尘那个洗掉就好啊。嗯，啊用这种的哈，啊这有的内底哈，啊就大大用。啊，直接搓边啊洗掉。对。哎呦。嗯。伊内底这旁边洗旁边那洗。啊，用这个啊，用这哈。筷子尖尖安尼就对啊。尖尖啊，我家己洗啊。我会旁边用的清洁安尼就对啊。啊，就安尼洗啊。哦。啊，就这个污垢就再家己洗清洗啊，安尼啊。啊，洗好再讲换一樽就对啊。嗯。换安尼哦，还袂歹呢吼。嗯，真好。啊，今日准备要洗几樽？嗯，唔知影咧。唔知啊，看你。看因提偌济。当洗几樽就洗几樽就对啊啦。嗯啊。好，好，谢谢哈。对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来，这位师兄吼，你第一届来洗是捌来洗过啊？嗯，我捌来洗过啊。捌洗过，洗过一届啊。嘿嘿嘿。哎呦，啊，大概洗感觉有讲无？哦，感觉无啥共，无啥共哦，有啥物感觉无共？心要得净化呢，敢那改污秽拢洗掉就对啊。嘿啦，嘿，是污垢对。安尼啊，嘿，啊你为倒位来啊？嘉义圆湖寺。嘉义圆湖寺哦，哦，啊透早就来啊，早就来啊，是嘛？迄个拄则来。拄来哦，透早
五点出门啊？六点外出门。六点外出门过会啊？你哦，我过看会到你哦。哦，无简单呢，哦，感谢啊。谢谢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小帅，喂，你先问好一下。大家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蔡宗佑。几岁了？十六。十六岁怎么会来喜佛？跟妈妈来的。跟爸爸来哦。妈妈叫你来喜佛。那你为什么想要来？你说我要去打电动玩具就好了啊，喜佛比较好，应该吧？难得了哈，那你那么小，喜佛有什么感觉？很好玩，很好玩哈。哎，对佛祖有没有一点多点认识啊？有，有啊。平常有没有在拜拜？有，有看到佛是阿弥陀佛要拜一下就对了。哎，这样啊，有没有做好心？有啊，说好话。有有时候不一定啊，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就讲不好的了哈。不过大部分都是讲好话了哈，做好事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来，这位师姐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哈。是。那你今天第一次来，是以前有来过？以前来过了。算老鸟就对。对。那所以可以拍到这个工作。哎，你们在修补是主要是怎样？就是把那个有漆掉的，掉漆的擦的地方，嘿，对，变成白白的，把它补金漆，嘿，对。那你用那个是什么漆？金漆就对。金漆，对。金漆哦，嘿，是。啊，就把那个哇，可是这个有的很多要修补呢，很多地方。对啊，很多就是很多个地方。这样修补完的颜色不一样，还是会一样？嗯，就是金色不会，嘿啊，应该看不太出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原。是在上面可能会看不出来，你如果拿近哈，还是稍微看得到。哎，稍微这个好像很多受对啊，这个都很多受伤的地方。哦，这样啊，今天要补好几个喽，很忙哦。就是慢慢做啦，慢慢做，要跟菩萨结缘，对，所以说慢慢做，对呀，把菩萨弄得漂漂亮亮，对对对对，这样我们也漂漂亮亮的，对对对，社会才漂漂亮亮的，对不对？是，这样才慈悲心了哈，对，好，谢谢你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白色有没有？这个耳仔后边有啊，有看到？这白色的出来了。你看迄金粉哦，先甲拉拉的，拉拉好，迄金啊浮起来，迄是真正的金啊，你莫插到哟。嘿，即卖金啊介贵哦。啊，你即卖甲拉起来了后，伊就会均匀对无？你就用棉花棒去甲沾一点点，把这个白的地方点上去，伊就会躲开，然后就把佛像上金身，哈。啊，这个有绿色的地方你们都不要管。有啊，嘿，这白你拢甲点起来，无要紧啦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子，哦，那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这样就可以点了。OK， 谢谢。来，师兄，啊，你们点完以后哦，点好的拢甲放在这边，啊，甲摆好整齐。我说哈，都甲放在电脑。对啊。上班摆好。上班说 AT 灯啊。啊！你啊，看到啊，搁有蜘蛛丝啊，是搁垃圾的。若无洗，你就搁甲送入去。长轨，长轨，长轨，长轨。啊！你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再来个大。请问师兄是第一次来这边洗佛吗？不是，已经洗了很多年了。那为什么每一年都来这里洗？因为这是我的专长啊，所以每一年都来这里帮忙。那洗佛之后，你有没有心情怎么样来这边？心情很好啊，帮那个佛像上金身，然后又上架，然后整个那个大雄宝殿，你看那金碧辉煌，大家看了都心情都很好，这样子。那洗佛之后啊，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累积了什么功德，或者是想要传递给大家什么？没有，就是做就对了，也没有去想那么多，就是把它完成嘛。因为这也是一个那个非常殊胜的工作啊，对不对？从我们把佛像从之前的准备工作搭架，甚至于很多那个安全设施啊，然后再把佛像一个一个接下来，然后分组。然后还要帮他们准备很多工具，比如说抹布啊、清水啊、水桶啊，或者是说像棉花棒啊、金粉、精油啊，这个都是要调过的。所以我们之前的准备工作花很多时间，
然后看到这么多的师兄姐，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然后再把佛像完成之后，再把它请回去归位，然后让它圆满，大家就很高兴。然后看到大家，你看大家都做得这么欢心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师兄，那个像这个材质是什么材质？这个佛像？这个佛像啊，它是石膏的，石膏，这样会很容易受石膏的坏掉。嗯，还好呢，你只要不去动它，应该撞就对对对都不会。那一般我看有很多佛寺里面都很多麻雀什么都在里面啊，用小窝啊，这边有没有这个？这边也会有啊，所以我们每年都要清一次。那一年一次就已经脏掉，很脏了啊。不会不会，昨天有发现到有那种松鼠窝啊，我们也是把它请下来、啊。还有松鼠窝。对啊，因为他们也要来听经文法、啊。哦、他们也是要来修。对啊，你看，每天早上有早课，晚上有晚课啊。他们也是来修持啊。哎、也是他们跳来跳去的、啊，不错、啊。就是还是会有这种鸟，会进来就对了。对对对。那会在里面，如果像这个，如果像鸟的那个粪，它会在那个洗呢？一样啊，我们还是一样要擦洗啊。所以说他们刮伤啊？不会，他们只会在那个火龛里面。做巢，它不会在佛像身上，不会。这么聪明的鸟，对对对对，尊重我们的佛祖。对对对，哎，好奇怪，它只会在佛龛里面而已。一般我看很多寺庙，他们就在佛像上面就。哦，没有，我们这个倒是不会。是哦，哎，我们这个倒是不会。可以教我们。没有啊，就是给他那个旁边放一点黄油之类的，他就不会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预防措施啊。对对对，要不然很多鸟来也是麻烦。不会了，现在都不会了。不会有这个。哎，我们在旁边放一些黄油之类，他怕那个味道。哦、啊，像这个佛像，一般它是寿命就是很长的，很长很长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去保养它，每年固定这个时候都会来保养的。对，每年都要给它擦拭干净，然后给它上金漆啊，这样。很多师兄师姐上金漆，他们有时候年纪大会很紧张，会把它拆到。嗯，那倒不会嘞，没有发生过，没有没有，大家都很爱护爱护他，就对了。对，他们都是双手捧在，捧得很慎重，越紧张越容易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对啊，就是感觉。我看你们这边很拥挤，还是会碰撞到啊？不会啊，我都叫他们放轻松啊，就轻松就 对，反正就后面有你撑的就对了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讲，叫他们处理白的地方，其他的我来。其他你来处理啊？可是好像好几万尊，你怎么处理得完？会，可以可以啊，就是对我们那个什么底下那个喷漆的地方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好就在。大修是在你的处理的就对，对对 对，小修就让去系统去修理的。有时候我们还要用那个什么 AB 胶来补啊，然后把它的那个什么衣物的皱褶啊拉出来啊，哦，把它那个什么它的身上的一些衣物的皱褶啊，脸上的表情再把它刻画出来。表情你要把它做出来？那当然了、啊，要把它做的庄严一点呢、啊。哦，万一睡着了怎么办？所以我们都有准备那种雕刻刀啊，还有什么 AB 胶啊，很多。哦，你本身也是从事这个行业吗？还是？嗯，不是，就是。法院来这边帮忙，对对对，也是跟其他师兄学的，真的、哦，哎，有传承传承传承。那、啊、最近有没有在准备要招兵买马教学徒啊？有啊，现在也希望他们来学啊，可是很多人弄一弄会觉得很苦啊。不是这个有点难度了，这个像我们就没办法去尝试。像有些人他就不敢上架、啊，他如果有那个什么惧高症，那爬到第二层就已经腿软了。我们刚想上去拍就脚就软掉，会摇啊，很恐怖啊。会啊，是会这样。你有上去过最上面啊？有啊，上面啊，你们那个佛龛里面有没有在整理啊？有啊，都要擦拭啊，要擦拭、啊，要啊，全部都要。上漆不用吧？要啊，就是把那个佛像请下来之后，人就要到上面去弄佛龛啊。要用。要，还是要擦得很干净啊，才可以再把它归位啊。那很辛苦嘞。不会啦，还好啦，习惯就 OK。就是有没有发愿啊，功德心就。反正都有一个程序嘛，全部有那种 SOP 的那种作业程序。哦、所以就 OK 了。好，谢谢师兄、啊，感恩，谢谢，阿弥陀佛。哎，我叫刘伯文哈。今天非常高兴啊，来这边，参加洗佛的工作，哎呀、啊，这个让顺便让自己的身心啊，把它洗干净，这个非常欢喜。那、你今天担任什么工作啊？啊，以前我现在是在吴凤科大资工系教书。就这是第一次来吗？哎，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。哦、次來我常常来这边朝山呐、啊，常常大概。那、你这次怎么知道这次要来洗佛的？这个我们大师啊告诉我，大在这边。大师通知我。说这多年前在这边当兵是有什么样的因缘？那个时候士官兵就常常开车，因为我那时候是运输单位的，那车子常常发生事情了、啊，发生事情，有时候就求了心安了、啊，就带士官兵来这边朝朝山，哎呀、啊。以前就知道要朝山就带他们过来，以前是没有朝山了、啊，是带他们过来这边静心了、啊。有一阵子比较安静，哎，对对，感应到他有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，开车会比较顺一点。啊，你今天来这边担任什么工作啊？是我今天爬上去的，爬上去了，我现在第五层。啊，会不会紧张啊？啊，不会啊，以前都在。
以前就在树上爬来爬去，树上那是小事啊，这是小事。今天可以请假吗？啊，我今天是没有课。哦，没有。人家期末考了，所以顺便把学生的课啊稍微调一下。哦，对啊。啊，过年还可以再来看看你的作品。哎，有啊。对啊，把弄得漂漂亮亮、干干净净的。对啊，对对。金碧辉煌的感觉。你名字怎么写比较正确？啊，你的名字怎么写比较正确？博士的博啊，文章的文啊，刘博文啊，刘备的刘。文章的文，老师，春开有做过什么其他志工吗？啊，有做其他志工，他就在讲堂啊，做一些义工啊，在讲堂这样。有没有宣传佛教啊？哎，对对对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那教师都会告诉学生啊，这方面的信息，这个重要呢。哎，对对对，需要对那学生，那他们听得下去吗？很难听得下去，真的很难听得下去，这样，觉得好像跟他们没关系的感觉。对对对，现在学生都没有佛教观了，是很麻烦。对啊，不是佛教，宗教观，连信仰都没有，没有，都很麻烦哈。要问什么问题？哦，不容易教得来。不是啊，他就反正他最大，全世界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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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怎么讲呢？注册有四十几个学生，他来上课就有二十几个，他结果来了在睡觉。靠了，真是不能，现在又不能打骂，对，又不能当，又不能哦，这很伤脑筋，这学生真的很难教。没关系啊，有佛心慢慢改。有了有了，有学生就慢慢有感应了，有学生是真的有，对啊，把一些经验慢慢传承给他们，对对对，让年轻人能够接近。哎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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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洗涤勇的社会的。哎，那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哎呀，当然了，谢谢啊，谢谢阿弥陀佛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。OK， 好啦，继续拍你吧。拍你认真，那工人足辛苦安尼啊。哦，阿弥陀佛，阿恁家己准备地来安着对啊。哦，安尼啊，阿来遮有感觉足好个无啊？有哦，有哦。阿要起大殿，我都拢来伫遮安尼。嘿，我都拢来伫遮拜拜安尼。安尼哦，到处拜拜。哎，迄阵有啊，迄阵拢伫在学做即个大拜殿尔呢。迄阵大拜殿去打去呢，阿大上拜殿阿要去个。安尼哦，哎，阵你就伫遮哦。我迄阵就拢开山元老着对啦。我就准备八十几岁啊呢，你八十几岁哦，我那在用，有啦，你看起来在用，八十四啊呢，安尼哦，我头先我阿妈骂你，我你头先就遮水啊，无我无咧念，我拢冇咧念，有咧拜拜啦吼，我有咧拜拜，我有信心，做我有信心嘿。啊，伫厝家己有咧拜无？有啊，我嘛拢在做站课啊，拢做站站课。哎呀，啊我嘛拢有做即做了，书店有做上课，跟我嘛拢有去咧去，有咧去上，啊嘛有咧参做。啊，那这今天做会你也有。有来着，我拢有啊，啊做了好好，我嘛拢有来啊，我特登。今麦刚好都够贵的，啊，贵够会落去吗？我即麦无法度人贵，我卡到即麦有，我卡到我，用坐用坐，心目好啊。只八十七年拜做了拜个，就这几年特登都拢有来拜。特登我今麦我特登来啊你哦，嘿嘿，啊拍天也来啊你哦，嘿。啊，拍的我都做都挂单伫遮啊，那水量哦，一礼拜我拢挂单伫遮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哎。哦，啊，你有带恁遐一挂囝儿是谁来遮拜拜无啦？有啊，阮学做，阮同学囥伫遮，啊，阮学做那像这个嘿哦，阮遐囡仔拢会来拜。安尼哦。啊，你有去咱个佛陀纪念馆行行无？有啊。啊，这大片，你讲你要安怎行这大片呢？这大片，我嘛拢来去，啊，像迄落做，迄落佛祖吼，迄落莲花，我嘛拢甲做功德，啊，这类我嘛拢甲做功德。安尼哦，系啊。哦，安尼你功德足济呢哦，安尼不怪，怪头前拢白白。住迄阵哦，我要去个宜兰啦吼，啊，买地东西西，我都拢有做啦，迄阵我拢有得用啊。啊，你今日来遮，佮到做啥物工课？我看你前天啊，穿只搞做安尼。无。啊，你今日。我咧说和尚啦，你有说和尚哦？你啊，我不看你说啊，有哦。伫来，你说啊，怎么出来？一啉些水就了啦。对啊。哦，你有够无闲的就了。哦，阿弥陀佛啊！阿弥陀佛，谢谢。哦，健康健康，赞啊赞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继续大家。
了。